这件事情已经困扰我们整个家庭了，你们不能光凭一张描绘像和别人信口胡说就来骚扰我们。如果你们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就请你们走吧，否则我会告你们扰乱民居的。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说谎，我现在不是这种人，而且他根本不可能去酒廊跟你混在一起。他骗你的，他是我男朋友，他很早就跟我在一起了，而且我也跟他上过床。这种事我背着你，我会永远爱着你啊！在别人面前你是个正人君子，甚至于在你的老婆面前你是好丈夫，可是事实上你玷污了我的女人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十年前你害死了一个纯洁的小女孩。